我要三个花生仁。十万。来红裤衩，这叫裤衩啊！那这样的事儿是不是叫口罩啊？九成风度翩翩。来看看德云社观众的爆笑神接茬。三月，我的帐主子来了。啊，有用的还给我。这个女鬼不想说。来吧，老弟。爷爷在此。怎么突然来拄着鬼？我呢是一个金鱼。因为刚才虽然你坐在最后一排比较穷一些，但是我也听见了。怎么说话呢你？没事去呀。没事去呀。我瞧不见了。不要别说，好帅！好高！以后就喊好高好吗？好的好的，回去我今天没跟您比大，哎也不行，我是不行，我怎么样？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，我行，我可行了。我擦擦的吧，你行？行不行？你喝酒玩儿，那行行。你给我上来！你别笑！他花了老公钱养你，这女人真的叫谁呀？大爷这个官职，小宝贝儿是什么？你为什么这么不喜欢我哥俩？我想问你。广东楼来的，刚才广东演看了吗？没有。今天看完谁就过来了？看完庄九男就过来。看完庄九男就过来。你说你刚才穿黑色的那个，刚才穿黑色，黄叫啥？绿色。就那双狗是吗？就那双狗是吗？就那。你是他妈吗？快叫声妈妈让我们听听。我是你爸爸。师傅家具跟孩子玩呗，你看啊，小宝贝儿多可爱。哎，嗯，叫哥哥，哥哥，爸爸抱抱，爸爸抱抱。不想在远方，不是河南吗？河南不是河南吗？但是这个模样的啊，我给您学一学。您来来吧。卖砖哪里需要往哪搬啊？还有别的问题吗？我家缺砖。哎，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吗？哎呦，哎，跟您说。我是一个。啊，先生。去烫头。谁过来？你别走，不我走、啊、吓人的那个这吓你一跳吧，你废话，你要不带你他吓不着我爷爷这个单词怎么说呀？爸爸爸爸哎不说得坐着，不敢说高台笑话，起码是劝人向善。说相声演员说出的叫先生，什么叫先生？老师称为先生。老公也。
谁摆？老秦。谁摆？他哪点摆？哪儿都摆。啊！我跟了你快一年了，但是我从来没看过你学校换灯。你跟了我一年了，你的手机歌是秦孝贤，秦孝贤。想想，宝贝儿上班了。你好骚。刚才，你是不是来的有肾吧？有点啊，我等二哥。气到肝了，我就担心发际线。黑芝麻就巴豆，现在我的粉丝把我当傻子，傻子，傻子的主子。你要这么说，我骂了一片人，因为一句话惹了大半个人不错，大半个人不错。有来，我要给你生孩子。好不好？如果说你们愿意的话，那我就来两句。那个，行，你们要喊就喊齐一点，好不好？三二一，愿意。有组织有纪律。每次都等不到你签名，我给了你一张我的签名。你送我票是吗？单口的，我有票，我可以上。没见过吧？不呀。啊，小水萝卜是啊。你尝尝。这儿老辣了吧？不是，可好吃了。这个可好吃了，两个十一块五。快乐啊！男同志要求抱抱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一顿呼啦加加，十年八岁，如花似冲你打个眼，快了，快了！再来两下吧。大哥接头啊！大哥接头啊！今天在座的每一位，哎哎。我媳妇儿，哎，老公，哎，
我喜欢董小姐。哎。啊？来了，老妹儿。来了。啊。郭红江，找我妈。老秦，我还在。你看我这晚上有多少天的票？那我又来了，给我们俩哥哥下去添堵。下回能买这个？这个什么？你怎么跑那边去了？我怎么还要上别人？他可能怕咱俩那边儿了。做梦一般的女人。他不在呢，今天。哎呀，没买到票吧？你不忘去我家，我傻子，我傻子，好小狗皮的，正经没人告告我，这咋的？我这天头早点好不了。我有点想念那个咯咯咯，我有点想念那个咯咯咯。起床了以后啊，我打开手机啊，我也看了看视频，就有好多人艾特我，艾特我说这个姐姐坐车来了，听说你我多的想你，哎呀，好笑，哎呀，开心了，哎，有张狗过一劫。你就看我扎不扎你了，哎呀，就每次求助无门，你开心吗？哎，两个事儿都不错，我现在满脑瓜都是茶。哎呀，啊，来，进入个熟悉的声音，我刚打算用笑脸声给你提提神儿。说实话，你放到那边我还有点不适应。应该说不是，是为了不让你肩膀加重。其实我们看人都不小，是喜个宅宅，什么样人都见。嗯，那你就想乐就乐吧。有那有这种的，就是特别捧场。他们来，你抖什么包他都乐。很熟悉啊，反正你现在是相声巨匠，不能话我都能乐，我说包包都乐。我一回呀，真不希望一个观众过来。老秦，我还在。你看我这晚上多少天的票？那我又来了，给我们俩哥哥下去添堵，下回能买这个。你至于这么乐吗？你不会就是一个大鹅且吧？追这儿来了，你不应该这么乐，你该这么乐。
有一个人想去少林寺学武功，到了少林寺之后，老方丈给他一本武林秘籍。这个人看到武林秘籍之后，当时不想念的问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人啊有秘籍恐惧症。好我算翻回一层了。你有点搬大不劲儿了，有点。传染了，来吧，随便走吧。